周深和一根头发的故事。我掉了一根头发，我掉了一根头发。这告诉我们不能再熬夜了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你居然选择了离开我。你没有看见那个头发吗？看见了吧，没有骗你们，真的掉了根头发。朋友们不要熬夜了，赶紧下载完反诈 APP 就赶紧睡吧。没看见吗？这样看见了吧，这样很明显吧，我没有骗你们。我刚才晃着晃着，我就发现有一个小朋友离开了我的头。我回去跟他好好谈一下。不开心了，你为什么选择今天离开我？嗯，因为我觉得今天大家很嗨，我想下来跳舞。好吧，那原谅你了。11点了，该睡觉了，就这样吧。怎么回事？每天检查自己有没有有朋友离开我。只有你。我现在心情很复杂，本来我觉得我可以嗨到11点就下。行吧，就这样吧，晚安，拜拜。